同屋企人一齐搭飞机，对好多香港人嚟讲都唔算系一件易事啊！对一班基层嘅年轻人嚟讲，更加可能系一个由细到大嘅梦想。国泰航空植根香港70年，今年嘅空中之旅系欣赏香港，鼓励年轻人对身边嘅人同埋嘅事表达关怀同埋谢意。因为飞行咧系一个最快嘅一个交通方式。可以在最短的時間裏面去到最遠的地方。而家啲飛機可以不停飛16個鐘頭嘅，可以將我哋由香港帶到去，譬如話美國的東岸，我哋不斷去奮鬥，不斷去進步，說明乜嘢呢？只要我哋有決心、有毅力，我哋肯努力，我哋一定可以克服好多種種嘅困難。家興，今日你心情點啊？非常之開心。你見到天空覺得點啊？超靚。其實很多小朋友咧，香港的小朋友，佢哋都好有咁嘅潛質咧，去參與航空呢個嘅工業啊，或者呢一個 industry。佢哋唔需要咧，就係自己去有飛行經驗，只要係讀完書出嚟咧，個人嘅性格啱啦，嗰個語言能力 OK 啦，咁其實都已經好有機會噶啦。Grace 你好，想請問一下今年嘅空中之旅其實個目的係乜嘢呢？其實空中之旅咧就係我哋都搞咗都好多年嘅一個活動啦。咁主要咧就係都係喺俾一啲嘅基層家庭，佢哋咧可以有一啲實現夢想嘅機會。希望佢哋可以透過呢一個活動咧，亦都可以接觸多啲嘅航空業啦。今年我哋嘅主題咧就係呢個送上感謝。其實可能喺你嘅身邊咧，周圍好多人咧都會關心你啦，好照顧你啦。咁好多時咧就我哋都當係一個習以為常。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活動咧，就等佢哋可以多啲嘅體會到一啲周圍所發生嘅事物啦，同埋可以去常懷感恩嘅。